打开这满是芳香啊，这是沁人心肺啊，对，沁人心肺，哇，对对对。它这个沉香本来它是入药安神的啊，安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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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老沉香就不是现在的老沉香啊，老沉香，哇，连这个都是点翠都是老的，那这个。你不是要特别的东西吗？啊，对，这些 OK， 好，你来介绍一下这个沉香，嗯，这是108粒佛珠，安神，沉香最重要是的作用，安神镇静，安神镇静 ，OK， 哇，沉香入药的那个速效救心丸里面就有沉香的成分，嗯，刚才一打开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对对对，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也讲不出，就非常。如果人有什么失眠啊、偏头痛啊，枕头下面放一串沉香，他就会睡得很舒服。哦，当然这个，哇，现在拿着这个很舒服啊，就是讲不出的，太舒服了，舒服了，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是奇楠。奇楠啊，奇楠也是。沉香中的软黄金。哦，这样子，因为我有一个常有。这个沉香它就会沉水。嗯，沉水啊、那这个沉不沉水？这个应该不沉啊。哦，这个那沉水跟不沉水有什么分别？沉水的就比较贵一点，就说明它木头的这个木质它比较密实，比较紧实。对。OK OK， 奇楠沉香。对。那这个是？这个沉香有100多种、嗯，但这个油脂线也很好，这都是老的，嗯、这不是现代的。现代的，给过去这个的，我觉得没法比它。还有岁月的这种沧桑感，岁月的沉淀，你看那个包浆，对，包浆，对，这个包浆很到位。原来还有这个核桃、核雕，都是微雕，微雕，然后你看这些玛瑙都是很老的，老南红，老南红，有这个完整的核雕，有没有108颗？108颗，哇，这些都是。精品级的，对对对，精品级的，对，真的太漂亮了，对。爽啊爽，精神爽嘞，就是觉得哎呀很舒服啊，就是闻一闻。哎，你说刚才有一个新那个18的，18的，知道的，这个都是108颗的，新的便宜，新的香，之前现在报价还是私下里报价？那老的是私下报价，新的可以。对的，那新的就那这个是新的，刚才老的那些就私下里报价，这个是可以。新的沉香啊，新跟旧 ，OK， 反正老奇楠，这个奇楠沉香，奇楠沉香，那新的浮水吗？浮不浮水？新的不沉，不沉啊！这是我自己收藏的，我不卖的，就让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么大，也是奇楠，对，你看它就是很细腻，这个玉木质。很油的，这个对的，这个沉水的啊，哇，真是宝贝很多，这都黔南啊，黔南，哥也叫黔南，奇楠，对，黔南，哇，这个30几个蜜都有，这些就不卖啊。就什么成方线，你觉得有些东西，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很多年收藏的，就不太想卖的，就是有没有价钱出到位也卖。哦，这价钱出到位也卖，价钱出到位也卖，对对对，所以就是呀，这是一个大藏友，什么都有，就是因为他跟我讲过，他喜欢6岁开始就开始那跟着外婆去那个，喜欢是一回事，还是你的出生的环境也给你制造了这个，是不是？我6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乡下连吃都没得吃，哪有办法？那个，所以就是说，这个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你6岁开始就有这个能力去学习收藏，就是，所以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对，恭喜恭喜呀！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也卖了不少啊，连今天连这个都收藏了，对对，这个已被收藏，对，所以这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跟普通人肯定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哎，这个呀，你看，因为他人家6岁开始收藏的，他眼光是不是6岁
开始收藏跟你肯定有一点不一样的。沉香十八子，十八子的沉香，托木林那个碧玺，对，啊，碧玺这些是比较新，那个沉香是新还是旧呢？啊。沉香也是民国的，民国的，民国的也是民国的。OK， 好，对，所以我们那好像这个就是肯定很有岁月感，一看就那个了啊。这个也是很有岁月感，包浆都出来了。这个包浆是特别的明显的，包浆很明显的。对，那新的就没有什么包浆可以讲的了，是。对对，哎，这个也很好啊。对对，什么？所以我来到这里也很兴奋呢、啊，就是对呀、啊，就是都是很多很特别的宝贝。OK， 啊，这个多宝钻，对，什么？哎呦，这个是青金石跟海蓝宝，海蓝，对对 ，aquamarine 跟珍珠是 aquamarine 跟珍珠也是配起来很好的，因为白色跟蓝是非常好的配搭，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有。多做一些试剂 ，OK， 试剂自己可以自己，弄一些也很到位，很好。嗯，哇，这真的什么都有啊，大开眼界。嗯，这出国创绘手的。哦，这个也是白水晶。对，白水晶大、嗯、大松石。绿松石。对。对，如果没有报价的话，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频道，然后接我的微信来。嗯这个、来那个来报价、嗯、那个贵是不是这个不老这个是蜜蜡和那个、啊、这现代的、嗯、对这个不是很老因为它老你看好像这个包浆就非常明显它有一种 对, 对,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有明显的包浆、嗯这个、对对对老你看它包浆其实意思就是外面因为把完你就形成一个宝物嘛对对氧也二次氧化就是形成一种宝物膜它的包浆明显包浆其实就是硬度比较比普通的高了 okay, 因为、嗯、那就是因为平常我们说养一个东西养就是其实每天把完了它的包浆出来了它的硬度就比正常的硬度高一点是不是这样讲对对对对对对就老的玉牌、嗯、瓜果莲对那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有包浆因为常有一直用手把完它跟你的手发生 connection 好像我经常放在脸上磨对磨的话哎它就跟你的油脂又发生了connection 所以它就已经养过了可能我们说养所以哇这猴香很香啊这个整个感觉都非常香对对对非常香的所以就是它不是那种、嗯、就是做的就是天然的那种香天然沉香对哇真的是嗯对对所以这都很特别 ，OK， 好，嗯，好的，谢谢常友给我们这大开眼界 ，OK。